江西岭国小的舞狮表演是为活动揭开了序幕。台大学一日举办110年度高教生根据大学社会责任计划成果发表会，现场是灌溉云集，相当热闹。这30年来呢，透过产学合作计划跟在地的产业结合，那我们的高教生根计划或者我们的 USR 计划呢，又做手吸手的连结啊，我们一共有七个研发基地啊，比如说我们的美妆研发基地，我们的茶文化啊，这样的主题都跟我们在地呢有很大的结合。另外，学校也获得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奖助执行时尚管理、农法自然、公益大业、食安小草的养成计划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学校里面非常的热闹啊，许多的合作的这个场域的伙伴都来到现场来分享啊，这一个年度所进行的这个成果，它的一个精彩的这个部分。那我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除了我们过去所推动的安叶茶以外的话呢，今天啊主要的呈现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叫做一叶兴百叶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 slogan， 就是茶香千里啊，人才培育。那最重要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叶。业值千金。丰隆国小长期跟大业大学在社会责任的计划里面合作，举办我们学校的夏日热血的活动，还有我们的外部的一个实地的产学的参访，我们都接受大业大学给我们的一个协助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们学生他学习的领域更宽更广。时间里山精神，八卦山台地聚落产业共创共学计划主持人黄公熙副教授陈怡婷指出，他们是以八卦山台地的分院乡彰化市为执行的场域，一方面协助产业六级化，另一方面结合当地丰富的生态与农业特色，发展观光旅游及文创商品，为八卦山地区发展发掘新价值，希望能够吸引青年回流。我们大业大学啊，在这个八卦山上面啊，我们协助了很多的社区啊，来做这个产业六级化啊，来发展这个观光旅游啊，那我们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些建议啊，那这些社区们也跟我们有非常好的配合互动啊，那我们也开发了非常多的一个新的产品出来啊。那当然这个 USR 计划当然是希望是说有更多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回流回来啊，因为在现在目前的这个社区里面啊是相当的老化哈、啊，很多的这个产业的部分哈、啊，可能就不是这么样兴盛。彰化南投云林都是农业的县市，透过学校与社区产业携手，开创农业的新价值，迈向城乡共融永续发展。大爱人新闻刘新孝采访报道。